天齐碧空，齐这个方就比较小一点点，小一点点。然后这里还是逆势停着，然后折翻折带下来，齐右边的比较大，左边的方比较小，笔画的关系，滑动过来，逆回来，弹回来，这个用力的撇下来，准备写下一个字。旌旗壁，这壁非常的大，哦，那字的在行书里面大小要表现的话，就要勇敢，哎，上面很挺，然后很挺完以后，下面这一个壁，记得它是顺势这样带过来的，所以不要断了以后就没有接好。哦，下面的感觉比较粗了，用力一点，那你就用力，壁打勾勾起来，挑起来，挑起来，碰到，折回来，从中间出来，挑起来。再纳下来以后，拉动，不收肩，旌旗壁空。